每一个伟大文明的历史都是从小的不显眼的地方开始的。我们世界的人民往往要为自由而战，才能发展出真正的伟大。土耳其人的情况也是如此，他们的起源不是在安纳托利亚，而是在中亚。这一切始于一个名字早已被遗忘的小部落阿希纳人。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争和敌人的暴行，在无情的草原上徘徊，接近死亡。但他们恢复了，重建了家园，学会了战争的艺术，并计划进行报复。两个受过政治教育和军事天才的兄弟接管了部落的领导权，开始了一场革命。他们反叛了当时的蒙古封建领主，这样一来，他们调动了一直沉睡在草原深处的力量，带领男人和女人一起投入战斗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他们把草原上所有其他部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。他们打破了所有讲土耳其语的部落的枷锁，作为新的领导者向四面八方扩张。因此，阿史那家族在奥斯曼人和塞尔柱人之前创建了一个突厥帝国，东起朝鲜和满洲里，西至克里米亚半岛。他们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，这就是突厥汗国的崛起。